湖里山炮台，坐落在风景宜人的厦门岛南端湖里山海滨。争相来这里的中外游客都奔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要一睹世界古炮王的真容。这个雄居海边110余年、入选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庞然大物，拥有的数据叫人吃惊。炮身长13.13米，炮口内径280毫米，重50吨，有效射程16公里。权威机构将它认定为世界现存19世纪制造的最大完整保存在炮台原址上的后膛海岸炮。湖里山炮台它在1894年到1896年之间建成，这座炮台上安装的就是当时世界上堪称最为先进的克鲁伯大炮。克鲁伯大炮是德国荣誉的象征，在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风头出尽，色当一役，120门重炮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德国宣告统一，并迅速跻身世界军事强国之林，克鲁伯大炮一举闻名天下。普法战争的隆隆炮声，让地球这一边刚刚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兴奋不已，他对威力无比的克鲁伯大炮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梦中的淮军就是普鲁士军队那个样子。于是在普法战争的第二年，坐镇北洋遥知朝政的他立即奏准清廷，一口气从德国购进328门克鲁伯大炮，装备经过才香留淮得以保存下来的淮军精锐。从此李鸿章与克鲁伯结下了终生情缘，克鲁伯大炮也源源不断地远涉重洋进入东土。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由北向南，旅顺要塞、天津大沽口、威海卫北洋海军基地、浙江镇海、福建闽江口、广西镇南关乃至海南岛秀英炮台，上千门巨炮雄姿勃发，傲然挺立，仿佛向世人炫耀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施以长技而杰出的累累硕果。百年沧桑，百年风雨，威风凛凛的克鲁伯大炮能实现李鸿章们孜孜以求的强国梦想吗？那凝聚无数人心血构筑起来堪称世界一流的大清克鲁伯防线，真的就能拒敌于国门之外吗？在今天的合肥市繁华的淮河路步行街北侧，有个叫李府的陈列馆。馆内的这件展品意味深长。这是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为上海格致书院学生亲拟的一道考题。各国立约通商，本为彼此人民往来营生起见，今设有一国意欲禁止有约之国人民来往，其理与公法相悖否？
能详考博证之余。张口立约通商，闭嘴万国公法。此时的李鸿章俨然就是神州大地上不东不西，一东一西，土洋结合，中体西用，调和一下的头号洋务魁首，以至于在洋人们的眼中，不知有清廷，只知有李中堂。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自强运动。中国人接受西学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啊。第一个洋这个鸦片战争，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也就是说洋务运动时期，第三个阶段就是抗量，就戊戌维新，然后就是辛亥革命时期，所以从历史的这个脉络来讲，洋务时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重要的阶段。追溯李鸿章的洋务细胞，还得从叫花子兵进上海说起。在西风东渐的十里洋场，各种时髦的新鲜玩意儿应有尽有。李深入其中，耳濡目染，不知不觉的也摩登起来。他保持电器按摩、电器烫面的习惯，身边有西医诊疗，会说几句半吊子彝语。他拥有的世界知识与近代观念，即使再有限，在当时统治者上层圈子内，也无人能出其右。李曾写过一份描绘蒸汽机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多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炫目、打眼、绞螺旋、铸弹珠机器，皆晚于气炉，中盛水而下赤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打入气筒，铜中落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满皮带，细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激动。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头上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长辫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着实令人惊叹。中堂勋业洋枪使，言之不误。当年李鸿章一到上海，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唯武器论者。他写的一些报告给其实写的信，就说我看他用了这个发威马骑，英文的那个军队那个前进的这个Forward March， 李鸿章说发威马骑，所以淮军开始训练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词来翻译这些口令，军队的口令就直接的把音译过来，这反映了他的学习这个西方的心情之迫切。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从军事这个领域起步的，而军事领域的起步，在我看来，主要是淮军进入上海，开始洋操，这是中国近代化真正的开端。1863年，淮军全面装备洋枪洋炮，更改营制，于是军械供应成了一大难题。李鸿章开始意识到，买枪买炮不过一时之策，设局制造才是根本大计。李算过一笔账，一发12磅的英国普通炮弹，直银30两之多，
一万发最劣等的铜帽子弹也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朝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拱手让给洋人？在当时这个情况下呢，曾经在李鸿章的淮军里担任过教练的一个英国人叫马格里，他呢组织创建了苏州洋炮局。那么苏州洋炮局呢是提供淮军的部分军火，这是当时唯一一个近代化的兵工厂。苏州洋炮局以后呢，李鸿章又在上海成立了两个洋炮局，分别由副将韩殿甲和他自己的幕僚苏松太道丁日昌主持。这两个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一起统称为炸弹三局。然而李鸿章奏响的洋务狂想曲却触动了朝中守旧势力敏感的神经，一时间舍己从人、变乱成法、用夷变下等一顶顶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中国人接受先进文化，那么是有一个过程的。真正认识到那么近代文化的先进性在当时不是很多的，那么李鸿章他作为一个这个先行者来讲，那么他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呢并不被当时大多数人所理解。比如说这个他自己啊做就曾经检讨自己说，他说我这个几十年来啊日生活于窑灼之中。晚清因循守旧之风令人啧舌，尽管饱受两次鸦片战争的蹂躏，可炮声一停，条约一签，文田武西一如旧观。1866年，总理衙门兴办的京师同文馆决定开设天文算学馆，此举立即遭到同治皇帝的师父大学士倭仁的强烈反对。此翁大言不惭，立国之道上礼仪不上权谋，根本之徒在人心不在技艺。这一闹剧后来虽然以恭亲王奕欣的胜利而告终，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治洋气为自强之道，但顽固派势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李鸿章把目光投到了恭亲王奕欣的身上。当时呢他是以议政王的身份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那么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呢，观念呢是清政府的权贵当中比较开通的一个人物。那么李鸿章呢也是想通过打通奕欣这样一条渠道来推进他的现代化的建设。1864年5月，李鸿章致函以奕欣为首的总理衙门，对顽固派的指责反唇相讥。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汉族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持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经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李还进一步放言，中国欲自强，莫如觅志气之器，失其法而不必禁用其人。欲觅志气之器与志气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是终生悬以为富贵功名之虎，则业可成，亦可精，而才亦可及。特别是所谓近代化的过程当中，它是起了开拓的、领先的，而可以带队的作用。在这个领头羊的就是不好做，一个它要来自传统的旧的势力的派位，另外它本身
也一个学习认识的过程。因为同样在近代化的问题上，他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李鸿章明白，光靠打口水仗只能图个一时之快，因此早在京城的庙堂之上，还在为是否要引进西学而吵得不可开交时，李已经先下手为强，在他控制下的上海开展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1864年，淮军用户平吴战事刚一结束，李鸿章就凭借其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的有利地位，将淮军和晚清的自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一年后，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机器制造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诞生。位于上海的江南造船集团，如今已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船舶造修企业，在中国近代史上被誉为中国产业工人的摇篮，它的前身便是著名的江南制造局。这是李鸿章请求创办江南制造局的奏折。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李一语道破初衷。江南制造局是根据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倡议建立的。江南制造局建立的它的基础呢，是从三个方面。一个，在这之前，曾国藩曾经请袁弘，就是中国第一个在美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请袁弘到美国去订购了一批机器。一部分是李鸿章原来在苏州洋炮局在苏州上海办了两个洋炮局，这一个基础。第三个就是买的上海美商奇迹铁厂。江南制造局由李鸿章的铁杆追随者丁日昌督察筹划。丁日昌，广东丰顺人，这是一位非翰林科班出身的大臣，以实干而著称，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他后来提出的北洋、东洋、南洋海军三口布防的设想，在当时朝野上下更是凤毛麟角。李称赞他洋务励志，精能含匹，士大夫们则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江南制造局集西式武器仿造、轮船制造、西书翻译为一体，他制造的西式武器虽说逊色与西方列强同期水平，但在国内已独占鳌头，成为洋军火之总会。其附属的西学机构翻译馆和广方言馆，更是汇聚了徐寿、徐建寅父子、华恒芳以及傅兰雅等一批蜚声中外的近代科学家，他们合作翻译了大量介绍西学的书籍，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近代化人才。江南制造局的建立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化的开始，也就是经济领域的现代化的开始。因为江南制造局建立以后，接着1866年福州船政局，再后来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相继成立，成为四大晚清四大军事工业。
在晚清四大军事工业中，李鸿章的淮系集团四占其三，即使他后来移都直隶，仍紧紧把着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的大权不肯撒手，而接管的天津机器局就在眼皮底下，更是唯李是尊。李的地盘不容他人染指，不仅如此，他还见缝插针，伺机扩大自己的势力。福州船政局明明是他的冤家对头湘系大佬左宗棠创办的，可左一旦调任陕甘，李就设法插上一杠子。丁日昌、张佩伦、何如章等淮系要员先后入主福州船政局。不过左宗棠也不是好惹的，等他出任两江总督后，便卷土重来，极力排除淮系势力，双方在此反复拉锯了好些年。可惜的只是左宗棠没理活得长，在他之后，湘系集团诸如刘坤一之辈就再也无法和李鸿章相抗衡了。望海楼教堂位于天津市三岔口海河北岸狮子林桥旁，因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而轰动一时。天津教案呢，源于当时那个天津望海楼教堂的育婴堂里，当时有多名中国婴儿因为感染突发性的传染病而致死，那么当时不明真相的中国老百姓呢，就围攻教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英国驻天津领事封大雁呢，就是非常蛮横的去进行干预，最后呢，就封大雁被愤怒的群众，打死了，并且还有十多名传教士也在这个事件中被打死了，并火烧了望海楼教堂。那么这样的一个天津教案发生以后呢，清政府就委派当时直隶总督曾国藩来处理这个教案。一向以亲民爱民标榜自己的曾国藩，慑于洋人的淫威，决定用20个闹事民众的首级和充军流放天津知府知县等办法草草收场。岂料如此一来，舆论一片哗然，魏袭辱国等骂名纷至沓来，弄得曾本人也觉得内疚神明，外惭轻易。内外交困之下，他一病不起，只好上奏朝廷，另请高明。在处理这个教案的过程中呢，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呢，就是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那么经过清政府调查，结果是给马新贻的被刺和湘军的散兵游勇有很大关系，所以当时能够为了稳定啊，就是两江的局势，就不得不把曾国藩调回两江去。可当时来处理教案的过程中，那么需要有一个人呢，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那么来办理这个事情。那么最后遴选的结果就是湖广总督李鸿章。此时李鸿章正奉旨率领他的淮军远征陕甘，协助左宗棠剿灭那里举事的回族民众。他本来就觉得与左共事味如嚼蜡，朝廷让他统军赶赴京畿接替恩师，李求之不得。他当直隶总督就接替这个曾国藩的时候呢，曾国藩就问他，你和洋人打交道也不少年了，你决定怎么办呢？这个李鸿章呢就说，用我们合肥话说，就是打痞子枪。李鸿章的痞子枪用今天的话说就叫忽悠，而打痞子枪
不过是虚夸大言，自己事先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以求从气势上压倒对方。曾国藩就马上劝他说，痞子枪，我不知道痞子枪怎么打法，我觉得和外国人打交道呢，你无非就是本着这个孔孟之道，一个诚一个信。这师生二人真是两副脾气，两种德行。曾国藩已背上汉奸卖国贼之类的骂名，就诚惶诚恐，很快撒手人寰。李鸿章顶了几十年卖国贼的帽子，依然我行我素，没心没肺地活着。据说在查办天津教案时，他私下里指示丁日昌用监牢的死囚来顶替真凶，狠狠涮了洋鬼子一把。从此李的痞子枪伴其一生，乃至在马关议和时，李靖舔着脸对伊藤博文说，中国秦儿为首相何如？伊藤博文也不知天高地厚，当奏皇上甚愿前往。大清国可以请英国人训练海军，聘美国人顾问外交，但叫日本人来做首相，这种玩笑怎么都开不起。痞子枪打到这份上，实在也是出格。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戊戌变法那一年，苦命的光绪皇帝面对一筹莫展的局势，果真动了此念，而下了野的伊藤博文也果然应邀来到中国。但此举显然激怒了终生弄权的老佛爷，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就此被断送了一干二净。李鸿章接替恩师当上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大臣，在这个让人眼红的位子上，李一待就是25年。要不是甲午战败，替清廷签了那个屈辱到极点的《马关条约》，他这一桩还不知做到何年哪月。1874年底，他还从武英殿大学士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成为大清唯一享此殊荣的汉臣。此时的李鸿章，权倾朝野，位极人臣，他的淮系势力也因此迅速扩张到全国16个省份。在他的提拔和保荐下，先后有38人当上了总督、巡抚和中央的尚书侍郎。那么至于提督和总兵，大约有1300多人。从而呢，使这个集团啊，从军事到政治到经济，形成一个庞大的一个势力网。在曾国藩死之后呢，这个李鸿章，这个他周围的淮军将领，在中国的政坛上，在晚清政坛上呢，起了重要的作用，啊，那淮军呢，它也这个性质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一支啊剿灭农民武装的地主武装，啊，它慢慢也承担了一些啊，比如保卫这个国防啊，这个抵御外侮啊，这个反抗外国侵略。淮军也慢慢担任这样的角色。19世纪70年代以来，大清王朝垂垂老朽的躯体似乎一下子焕发出生机，令朝廷最为头疼的内乱已逐步平息，而洋务派们发起的声势浩大的自强运动
也并没有因为傀儡皇帝同治的去世而停止，反而在另一个傀儡皇帝光绪的时代延续下来。历史学家们差强人意地把这一时期称为同光中兴。李鸿章啊，在那个时候，19世纪70年代，他就有一个对改造中国啊，有一个基本的纲领，八个字，外需和融，内需变法。在当时中国非常落后，整个制度腐败那样的状况下，要跟外国保持一个和平的关系。争取时间来改革中国，发展中国。然而和融仅仅是一厢情愿，中兴的背后却是危机四伏。当时中国周边环境非常恶劣，这个西北有沙俄，这个东南有日本，西南有英国法国，这样一些列强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不仅是陆防、海防，都是一个当务之急。1871年，俄国乘阿古柏骚乱之机出兵占领新疆伊犁。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杀，悍然侵犯宝岛台湾。罪而小邦的公然挑衅，一时震惊朝野，江臣督抚们由此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防大讨论。从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基本上都是踏海东来。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这几次战争打下来，基本上是从海上方向对大清王朝的安全产生了严重的威胁。那么这也就是说，李鸿章判断的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874年底，李鸿章遵旨上书，再次发出振聋发聩之声。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洋托和好之名，英怀吞噬之际，一国生事，诸国构山，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势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仇意海防者，他出自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之手。薛福成，江苏无锡人，是李处理外交事务的得力干将，也是晚清著名的改良主义政论家。1885年，中法战争镇海之役，他在协助浙江巡抚淮军大将刘秉章办理营务、协调湘淮关系、谋划防御等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1889年，薛受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那么经过第一次海防役之后，开始调整了自己的这个国防重心，也就是说，这个海防与塞防并重这种决策的做出，使中国近代的国防格局出现了两个重心，一是西北，二是海上。那么既然把海上确定为自己的国防重心，他就要进行自己的力量的部署，建设海军，筹划海防，是这种力量部署当中最为重要的步骤，而主持这个大计的是李鸿章。清政府决议大治水师，整顿海防。
1888年，号称东亚一流的北洋海军正式成军。1890年，历时十个春秋、耗资数百万两白银的亚洲第一要塞旅顺军港落成。1891年起，有渤海索要之称的威海卫又建成了规模空前的北洋海军基地。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座座炮台拔地而起，一支支淮军整装而发，分布海疆千余里，内卫京畿门户，外空藩属邻邦。在攸关京城安危的环渤海地区，李鸿章更是后集兵力，严阵以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环渤海防御区的建立呢，其实是大大的把中国北京的海上门户由天津港推进到这个今天的这个渤海口，推进到今天的这个长山要塞这一带。这个其实从单纯从海上防御思想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到了这个时候呢，在中国的近海，就是以淮军驻防为主体，以连绵不绝的海口的要塞炮台和巡海的水师组成了一个犄角之势，它就大略构成了近海中国的国防防御体系。这个体系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在李鸿章确保20年海疆无事的主观愿望之上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李鸿章的一厢情愿而已。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挺有自知之明。如果说淮军的那些洋枪洋炮用来灭长矛绞碾子尚绰绰有余的话，那么要用这些装备来对付西方列强，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大家知道这个淮军从大刀长矛到现在有洋枪洋炮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但是这些洋枪洋炮呢，大多是走私来的，品牌型号都不统一，质量也不好，而淮军自己当时的军事工业呢，发展的水平还很低，也是一个在初期阶段，而淮军的装备呢，长期处在土洋相间的之中，因此呢，筹划海防还需要购买更先进的大炮。对于西洋重炮，李鸿章颇有研究心得，他曾在行地说，查炮位一项，德国全用后膛，英国全用前膛，俄法则小炮多后膛，大炮多前膛，美国仍用老式滑膛，其中著名厂商德国约克鲁伯，英约阿姆士庄，论攻坚致远，前膛不若后膛，论稳固经久，后膛不若前膛。但究竟购买什么样的大炮最好，李一时也踌躇不决。无巧不成书的是，就在此时，克鲁伯找上门来了。埃森市位于德国著名的鲁尔工业区中部，它是当年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帝国克鲁伯家族的发祥地。普法战争中，克鲁伯大炮成功地把自己的广告轰向全球，从而赢得了世界各国源源不断的订单。1866年夏，
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访问德国，代表团成员回国后向李鸿章报告了克虏伯的主人加农炮之王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深刻印象。他热情好客，不像英国人、法国人那样藐视我们的长衫马褂和长辫，他彬彬有礼地用盛宴款待我们这些中国人。克虏伯打中国人的主意的确煞费苦心，他们请他们德国在中国的公使、领事、洋行、甚至海关的工作人员就不断地给李鸿章灌米汤。那么他们说呢，这德国呢，这个离中国啊距离遥远，他们呢也不搞鸦片贸易，也不搞什么什么投机倒把，也没有什么对中国有什么不友好的事情。那么同时呢，因为距离遥远，也没有什么领土野心。这些话，李鸿章不仅都听进去，而且还怦然心动。只是他没有先见之明。甲午战后没多久，好朋友德国就出兵强占胶州湾，率先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克虏伯的推销员们马屁就更是拍到了家，他们肉麻地给李鸿章送上精美的画像和一封足以把李捧得晕晕乎乎的赞美信。其实不送画像和赞美信，李鸿章也是喜欢克虏伯的，现在克虏伯自己找上门来岂不更好？实际上李鸿章最后选中克虏伯大炮来装备淮军，是他经过长时间的对西洋各国的洋炮、火炮进行精密的和仔细的比对之后最后确定的。你说他不喜欢阿姆斯特朗大炮吗？这个炮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在清军当中也有所装备，但是他比较来比较去，认为克虏伯大炮取准极远，精力无匹，是最理想的选择。李鸿章确实打心眼里看好克虏伯大炮，而且这个挥之不去的情节伴随了他的终生。即使到了1896年，甲午战败的耻辱已经剥去了身上所有的荣耀和光环，风烛残年的他奉命做欧美之行时，还恋恋不忘地去克虏伯炮厂走一遭。1871年，克虏伯首次获得了一份来自中国328门大炮的巨额订单，这些大炮被安置在大沽口、北塘、山海关等炮台，装备海防、名胜各营及清军炮队。1886年，李鸿章决定从德国富尔坑船厂订购定远、镇远、济远三大舰，因为该厂生产的军舰龙骨、护甲钢板以及舰上的主炮、辅炮等都是克虏伯兵工厂制造的，李看中的还是克虏伯大炮。1888年，李鸿章与克虏伯签订了200万马克军用物资的合同，用来布防威海卫和大连湾的海军基地。1889年，李麾下的天津军械所购买了价值550万马克的克虏伯大炮，充实北洋海军的海岸防御系统，这是克虏伯对华贸易中最大的一宗。有良器，还要有良法得良人。在瑞奈尔、李麦协、汉纳根等一大批德国军事教官请进来指导淮军操练炮法的同时，李鸿章的另一招是走出去。与克虏伯谈判时，李讨价还价，提出只有克虏伯同意出资为中国培训火炮专家，中国才可能继续购买克虏伯大炮，
逼迫克鲁伯就范。1876年春，第一批就是派往德国进行军事培训的淮军军官，有卞长盛、刘方普、查连彪等七人。1888年，李鸿章又从北洋武备学堂里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前往德国留学。这批学生当中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后来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布新，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光彩的地方，也是值得我们称道的。就用西方的精神魄力、西方的科技、西方的文化技术、科学技术来维护中体及中国的传统的政治制度，这是李鸿章一生当中的。所以他布新除旧他有困难，他除了些旧，但是没有受到点要害处。早在同治年间，李鸿章就曾夸下海口，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项，西人即可联手。如今清王朝建立了强大的北洋海军，东南沿海更是配备了数以千计的克鲁伯大炮。按理说，李的强国梦想似乎实现了。在当时，我们国民的心态，包括大清的很大一批人，认为所有西方人都其他东西都不值得取，唯一可取的就是他们的洋枪洋炮，那些军事技术，所谓的器物之文化，而对于他们形而上的精神的东西，那是鬼子的。1885年，李鸿章接受淮军名将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建议，上书请求设立北洋武备学堂。慈禧太后在李鸿章的那个奏折上的批示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找到了这个批示的那个慈禧太后的那个批示的那个原稿。那么慈禧太后说，兵法以治史为先，故技可学而胆气难学，武备学堂之设，不过学习技艺而已。至于两军相见，肉搏血战，中国自有敢死之士，非洋人所能习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从中国最高的统治者一直到士大夫当中，都是有这么样一个对于人的精神状态和武器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看法。所以这一种心态，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文化，用我们自己的观念去理解看待西方人，那么中间就有一个视角、视野和观念的差异。这种观念的差异会导致西方很多东西在我们眼睛中变形。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李鸿章终生崇拜的克鲁伯大炮并没有给他带来骄傲。甲午一战，他苦心营造的炮台大多形同虚设，一败涂地。大连湾炮台始建于1888年，历时5年完工。我海疆炮台，大连湾是最新，炮艺最利，但最新最利的装备也厄运难逃。淮军守将赵怀业除运走响银外，几乎未发一枪一弹，日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大连湾。东洋第一尖垒旅顺口，依山筑有9座海岸炮台，东西两侧的陆路炮台群更是绵密无间。淮军7大统领数千人驻防，可仅仅一天时间就落入敌手。号称固若金汤的威海卫军港，25座海岸炮台、陆路炮台同样没有抵挡住倭寇的进攻，致使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李鸿章终于老泪纵横，
那些炮台简直就是他的命根子，是他二十多年的心血所在，也是他终生寄托的强国之梦。他没有想到，就是说根本问题就是要推动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你要是不改变那个宗法专制制度，整个国家要现代化是很难的。他还是没有跳出那种传统的中以皇朝的那种大臣那种脉络，所以呢我说他还是隆重。甲午悲歌伤九州，李鸿章自我陶醉的洋务狂想曲最终乐极生悲，直到此时国人才如梦初醒，所谓的同光中兴不过是昙花一现，回光返照而已。而洋务派们掀起的自强运动也无非给世人勾画出了一个虚幻的繁华景象，它如同美丽的肥皂泡，无论多么耀眼，最后终究还是要破灭的。君。